你这样下去的话，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的。你现在已经透支了，目前最重要的是把你的伤势处理好。如果你得接受这样长时间反复撕扯的话，那我现在只想赢。 怎么样？这药够劲儿吧？一品还不够。你干什么？我需要更多。这东西本来就是禁药，吃多了会出大麻烦的。禁赛，你简直是疯了你！ 你怎么也变成这样了？这跟你没关系，那跟谁有关系？还是因为白龙对吗？我说过，会赢的。输赢真的有这么重要吗？赢他，付出什么代价都值得。 你那些破玩意带给你的荣誉，赢了又有什么意义？你完全可以去举报我。